不再讲了，大嫂遐尔恶毒，伊若是搁要对安杰出手，安杰敢啥物鬼？胡雪安杰少年，一直在遐杀人，看起来是条街，要甲黑阿杰连拢杀个金玉，这么卑鄙的人，我即马说不到对安怎。雪安，我知影你的意思，阮阿哥嘛是了解我，才会甲我提起。虽然我会感觉委屈，啊，不过若是会当让这个家平平顺顺，莫阁有风波啊，一口气我是吞会落啊。安姐，吴雪儿，你顾虑伤济啊，你莫袂记，还阁有我呢。既然我已经知影安姐跟我是有性格，我自然会特别注意。其他的人嘛是同款，我袂阁安姐受到伤害。要听清楚无？听清楚啦！我是惊安杰吃亏尔，我也无别个意思。不要，安杰，我照这会议开到一半，接到你的电话，我就随挂过来啊。啊，青玉到底是安怎？谁来挂落来？哥，你放心啦，医生替阿叔检查了后，确定阿叔只是皮外伤，不要紧啦。阿哥哥，恭喜你！受有心啊！永祥，你给我做爸爸。你是讲真啊，讲假的啦？真有心啊！这种代志，我哪有可能骗你啦？我知影你甲大嫂一直期待有你的囡仔，哥，我真正替你欢喜。是啊，我等这个宝宝来报道，等足久啊呢。啊，真有若知影这个代志哦，一定足欢喜的。啊，伊什么人呢？阿伯警醒啦，伫个急诊室内底吊点滴。母仔甲平安就好啊。啊，对安姐，你讲你去烹饪教室找恁嫂啊了，嫂啊发生意外，啊是发生什么代志？是的啦。哥，我们来代替嫂啊给你回解释嘞。即阵啊，静月心情哦。甲伊情绪较无稳定啊，伊用做担心的啊。虽然嘴里讲会当了解我的处境，啊，不过讲实在，我心内知知影，林志谦倒转来，对伊有淡薄影响啊。啊，伊伫咱老家拢做灵魂的，即个焦点咱大家拢放伫林志谦的身上。卡实讲，伊的情绪无好，还是甲你讲唔对话，甲你顶打。你敢会当看到哥的面子，莫甲伊计较？讲的较简单啦。哎、欸，啥？阿安姐讲你出国啊？啊，你哪伫遮？哦，我哥。徐安姐提醒咱要注意安全安全啦。注意安全安全。有安姐啊，参加同学会啊，有可能会有啊。是徐安发现叫安姐。按我效果就不堪设想啊！对啊，就亲像我阿哥讲的安尼啊。而且啊，迄天哦，可是我甲安姐送转去的啦。原来迄样样出意外哦！啊，多一个同学安尼恶气，你甲我讲，我找你算账。哥，你先莫这样生气啦。啊，反正我今嘛平安无代志啊，不管是啥哦。我以后拢唔敢去参加什么同学会。俊安，好在迄暗你有陪在身躯边啊，我欠你一届。小可代志啊。吴俊玉的家属，伊人已经申请了，再礼拜看伊啊。多谢你。安姐。看过这样欢喜阿嫂的代志，先莫讲好无？先莫讲，要等到什么时阵才讲啊？阿姐，你相信阿哥，阿哥一定找阿嫂问清楚，予你一个交代。行啦，我有信啊。你这小妹真正是哦，本来是哥哥家己要甲伊讲的，予伊一个 surprise， 啊，你捷足先登。
金玉，那唔忙讲你诶，终生单的这些宝宝啊，啊，可能你阵妈出来哦，学过些代志啊，啊，家己身体有什么状况拢唔知影。无紧啦，这真正常啊。啊，不过你敢有感觉，这宝宝来的时机拄拄好？啊，可真正是有心诶。我若犯这款性妄啊，一定是罗家峰误会我遐暗。我啉酒醉，未负责封闭，袂用个啊！我要哪样生罗家峰的囡仔，一些麻烦啊！我看阿嫂是烦要讲起啊。金玉，你想啥？你唔是足期待做些妈妈的？啊，不过你表情看起来敢若有心事，敢无欢喜安尼？我当然嘛欢喜啊，我只是……只是安怎？咱为着要拼这个囡仔，啥物步数拢试过安尼，嘛失望几啊届啊？啊是你是顾虑啥？啊？我只是感觉这个囡仔来时机，敢若无啥适合。有心是要等啥物时机啊？刚刚爱等到你甲哥拢无热情啊，才来怨叹你无较早生囡仔啊？安姐，你都给恁嫂啊讲完啦，对唔？先听我们幺奶讲，你咧想啥？我咧想志翰呐。志翰到即摆一直还阁唔肯回来，嘛唔知伊是毋是原谅你啊？啊，假使讲若让伊知影，我即摆腹肚内底有一个囡仔，伊毋着阁较有借口无爱回来啊？大学嫂。你根本唔免烦恼这，这个囡仔选择这个时阵来，迄是天意，是送子观音听到你甲哥的心愿，才会送你这份大礼。所以你应该好好保重家己，好好保护这个囡仔，唔是应该想遐尼济。而且我会当保证，志翰唔是迄种情绪化的囡仔，你有心，甲伊即摆未得过的情绪完全无关系，伊根本无可能会牵拖为你心上。是啊，大嫂。多谢家峰哥听到你有心哦，欢喜到规个要跳起来呢。我来想，阿爸阿母应该嘛足欢喜，罗家要添丁啊。这个宝宝哦，一定是罗家的宝贝，伊哦实在是足重要的。你唔通把心思放喺其他的代志顶头啊。胡迅安，不怪你会和安姐拍情哦，想袂到你竟然是一个这么自私的人哦。你即摆意思是讲？只要把我肚子里的孩子顾好，其他什么都不用插完，我就能母凭子贵。没人要紧志翰的想法，也没人要紧我的想法。请问的哦，每一个家庭里面，若是每一个人都只要紧自己的想法，一个家是要怎么和谐啊？金玉，你别生气啊，迅安无把意思啊，对吧？你搁徛伫咧即创啊？阿哪？啊，阮阿姐已经给你拍枪啊！你搁要伫咧遮甲伊勾勾缠哦？我大嫂，你安尼讲，敢袂想过超过啊？阿嫂，我嘛对阿知影，安姐参加同学会啊，有可能会去啊，是胡迅安出手救安姐，所以算起来啊，胡迅安即嘛是安姐救命恩人，你莫误会。伊对安姐有其他心思？对啊，迅安是一个真有正义感的人，伊无歹意啦。迅安，人讲啊，迄孕妇怀孕期间哦，情绪较无稳定，所以你唔通误会恁嫂啊对你有偏见嘞。袂啦，大嫂会安尼讲，嘛是关心安姐啊。啊，既然大嫂即摆无代志啊，我慢慢交了啊。大嫂，你好好休困。安姐，你敢袂当给我十分钟的时间？我有一挂话想要单独对你讲。安姐，够淡薄嘴大，我看你甲迅安去买一挂饮料转来好无？好啦，那安尼我先去买。
是的啦，我拄只想过情绪化。嗯，恁阿安尼讲，无人怪你啊。你即马有心嘞，有心上大，大家拢要体谅下。也毋过，我抱一个这样大个，实在嘛是足烦恼的。你敢会当替我去找医生？我想讲要安排一个啊全新的检查，来确定宝宝会当健康大汉。原来你是顾虑这哦。好啊，我也可以安排一个身体检查，予你较安心嘞。我即马来请教医生。有影，麻烦你啊。好。你真正唔知感恩呢？那不是我放林子倩一条命，你即马开搁较侪钱，请律师嘛无都甲你交保出来。讲起来，我真是你的救命恩情人。救你的头啦！你乌脚给我跳呢，即马你搁跳高，害我疼着。你家己要做歹人，你搁怪谁？我唔对，我那是跳高的，无你要安怎？我面这条线，我也要跟你算。你搞了三条，我会加倍害你。你讲，你要一边三条，还是六条？你讲一边。我滚啊！太侪了，我知影哦。我之前我是有对不起你，阿姆哥。你嘛搞我害到凄惨落去啊！我无路通好行啊！啊，你讲你走投无路，啊，不过你还阁有我予你遐钱啊！啊，你是安怎要来这搞我认地啦？你甲贼头检计我，害我无所在通去，害我迄个众人退嘴烂，将砖头耍。啊，不过你害着坤哥，我就袂放你耍。所以你较乖，予我对伫你身躯边。慢慢啊，甲你凝滞。这条啊，我是想予你欠的。我才偷偷想看卖，要叫你用啥来害。无这条命，归去你提起啦。无，你给我提醒，你给我提醒，你给我提醒，对啊。啊，走啦。啊小想要我用命对你赔，无可能啊！宋凌浩，我一定甲你对调调，让你生不如死。所以我劝你，莫想要逃走，也是想要找死，我绝对袂顺你的意啊！你上好莫伫遐想空想胖。你到底要安怎啦？我若是甲你讲，我要安怎？安尼就无趣味啊！威弟哦，我看你讲想要死，嘛是嘴讲讲的尔，你根本无迄个胆，所以你就较乖，较免讨皮疼。你放在外口，等下我家己出去提就好。真香呢！看起来应该是袂歹食哦。莫讲我这人无道义啦，等一下恁爸食一个爽快了后，才甲你留一挂菜码，互你好讲。